1992年属猴是什么命？按生肖五行分析，1992年是壬申年，人的五行属水，生为猴，所以1992年出生是水猴之命。水猴是天生的领导人才，他们性格聪明机巧，组织能力强，有号召力，只是爱出风头，锋芒过路，有些傲气凌人了，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，所以水猴应收敛脾气，致力改善人际关系，并且要多读书充实自己，可以加强运气。本性天资聪颖的水猴主人，只要好好发挥，必可得到骄人的成绩。水猴异性缘特强，一生桃花运颇旺盛，容易得到异性的帮助，而且婚后夫妻相处和睦，家庭幸福。事业方面，水猴工作能力很强，只要专业对口，业务自是不用说，成绩也会扶摇直上。如果有能力均等的人互相合作呼应，那更是有如虎添翼的感觉。